巡赛吗？今年的话，因为时间上来讲，这真的还蛮赶的，对，所以就是因为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去准备好这件事的话，会没有办法突破之前的成绩，对，所以我想可能是明年吧，就是希望能够有老师带我一起那个表演，就是师生赛这样子。所以对去年的成绩觉得不够满意。也不是哎、欸，因为毕竟我年纪那个，可是在方爷爷面前讲年纪好像也没什么资格说，对对对，所以可能应该是自己那个有一些地方想要突破，因为大家都是在国标舞这个路上，其实那个基础啊，还有扎实度真的还蛮重要的，嗯，要真的很扎实的练。那你觉得台舞在亚巡赛最困难的地方在？挑战亚巡赛最困难的地方，是因为其实小巨蛋这个场地真的很大，然后你除了要在这么多的选手当中要让老师评审老师一眼看到你之外，还有就是其实很多真的很基本的东西，很多评审老师一看就知道，所以其实不能够只是耍花招而已，是真的要扎实的练基本功，所以我觉得最难的是在扎实这件事。那把你跟高龄89岁的舞伴跳海，觉得爷爷就是激励了我哎，爷爷真的有激励到我。然后爷爷他很认真，他每一个小细节，像有一个动作是我的手要在爷爷的脖子后面，然后那个我的手不能放开他的手，可是我刚刚在练习的时候我都放开，所以爷爷就很认真的告诉我说阿妈顾奥表不能放。对，之前参加的比赛的那个项目是拉丁嘛，有没有想要再练？哦，对啊，其实。哦，有哎，其实老师，因为陈慧娟老师他们是 modern 的职业冠军，然后其实我一直很向往可以跳华尔兹，尤其是跟自己爱的人，对这个部分，可是可能要等到就是年纪稍微再长一点，现在还有体力的话，我觉得还是先跳拉丁，然后之后可能会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跳华尔兹，就是享受一下那种很浪漫的感觉。刚说到自己爱的人。因为守正佳退役之后也来当我们台的球评，哦，对，刚刚有说就是你们最近是一起就是比较花比较多时间投入在健身，对，我们讲一下这个。对，因为其实我这一年当中也是很感谢守正他带我去进入健身的这个领域，然后也跟着他一起去考了健身教练的执照，所以其实还花蛮多时间在于就是训练啊，还有就是上课的部分。对，所以其实因为时间就那么多，所以可能就比较没有时间来练国标这样子。要过年了，很多人都会大吃大喝，所以自己健身有成，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健身心经啊？就现在其实有维持好运动，然后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抗拒不了美食的话，你就每一样都吃一口两口就好，对，就大概吃个7-8分饱，每一样一口两口，然后记得不管到哪里就是走路。多走路，然后平常在家里你可以准备一个瑜伽垫，然后呢可以做一些垫上的核心，那可以帮助大家就是腹部不要堆积那么多脂肪。嗯，你觉得投入健身这个领域之后，就是生活上有什么不一样改变？我觉得体力变好，然后再来就是整个人也比较神清气爽，然后再来是可以从这个健身的当中去帮助到一些跟我一样过去有肥胖困扰的人，其实很多人都很烦恼，然后都会常常问我该怎么办，那我觉得我如果可以从这个方面去分享的话，其实可以帮助人，我是蛮开心的。为止已经有30个国家以上的选手报名参加，一共有140队以上的外国选手已经接受报名，那我们台湾的部分也有将近300队的选手。那今年我们特别安排了国小组的单人组，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做一个单人组的比赛。往年呢，这些小朋友都是必须参加会前赛才可以来参加亚巡赛的总决选。那我们为了让这些小朋友可以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小巨蛋这个这么好的比赛场地里来比赛，所以我们特别开放几个组别让他们可以来参与。那世界级的好手前六名，世界职业前六强也确定都已经有报名，那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亚巡赛的表演哦，对我来讲是一个大挑战哦，可是我是愿意，我是很愿意来接受挑战的。那在训练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有，这武器，我现在要表演的武器都是新的，新的那个
当然是老师编的。我是练习的时间呢是短了一点，编好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啊，所以武戏有一些还不太熟。我们还有差不多20天吧，是吧？我跟那个老师要加紧的这个练习。也觉得跳国标舞年龄是个挑战吗？本来年龄就是挑战，这么老了，大概没有人愿意跳国标舞吧？哈啊，所以那我当天的那个表演呢？我们起名为这个 trio， 就是三连舞。就前一段是这个摩登，那后一段是拉丁，中间还有过门，所以我要学三种舞，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挑战。觉得就是国标有趣的地方在哪边？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会一直想要投入在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什么原因？就是为什么会想要一直投入在国标？那么我这个学了12年的这个中间呢，我觉得这个对我健康很好。各位看得到我这个是，年纪是老了，可是我的身体还好。我这个走路站立都是那个，都是直的，这个是，老师严格教导之下才有这个姿势，那么另外，我原来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而且我在走路、跳舞都可以跳了，走路没有问题，跑步也没有问题，这个是呢适当的运动。我自己那个骨科医生告诉我，因为那个我上课大部分是一个小时，那么这一个小时啊是练的。这个运动量啊对我来讲已经很辛苦了所以差不多满满的活动可是没有超过就这样对身体健康很好，所以我会继续只要我跳得动的一天，我会继续学这个国标舞。